新马两国企业有望在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双方也将携手进军东南亚市场，寻找增长机会。配合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访问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信息交流，举办对话会和商业考察团及会议，来促进两国商界的合作。With the strong and close friendship and trust established over the many years, it is timely for our two chambers to strengthen and upgrade our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to a new milestone. 高全庆也表示，双方的合作将能在加强两国经济联系和友好睦邻方面发挥更积极和重要的作用。